是我们众所期盼的李雅逸。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双节棍。啊！双节棍会耍双节棍啊？认真在这里有吗？他真的有准备。哎，他是要会耍双节棍。哇！欢迎，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带来的表演。Music。哎呦，双节棍。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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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会哦。哦哦哟！好强，而且又有点可爱哎。对啊，好可爱。因为他耍的时候，他又带很俏皮，又带着笑容，笑笑的要打你的感觉。对，手好灵活。你就有一种反差萌。我记得你也会哎。你有什么本领？林哥，林哥，哎，不是按摩棍哦。卡住了，卡住。没有啦，他这个是俗称的三节棍。可以帮我跟雅英讲说，我是经验老道的成熟男人哦，我是不会轻易被电到的。特别强大。他不理你，他不理你。感觉起来好像很有自信。拿捏了 ，OK OK 了，手拿把枪。哎呦，这么厉害，好，来试试看哦，老师 ，Music。什么经验？在哪里？什么大哥？我以后不敢。道歉。我跟全国的人道歉。我做错了。我以后什么烂长辈？对呀，丢脸。对呀，以后下次教训我。对呀。我还经验老道。温哥华念书，好痛，好痛。没有，他真的，他真的很厉害，很厉害，真的，他很正啊，很电，很电，很电，而且又活泼，我们给雅英鼓励一下，好不好？来啦，赞啦！啊。哎呦哇！哎呦！可爱啊啊哇！这个笑容，啊呜！哎呦喂呀！哇啊！掌声鼓励。可爱了吧？好会放电哦！他真的很会电眼呢。Ladies and gentlemen， 来吧，来吧！啦啦队女神李多惠。我是李豆黑。我们想要知道，当然就是说他现在有没有对象啊？如果没有的话，他喜欢哪一种对象？有什么条件嘛？是，没有，
아, 네. 그러면 메이요? 날씨 이상형이 어때요? 이상형 어떤 사람이 이상형? 이상형? 네. 저는 남자답고 남자답고 다정한 사람. 장상 没关系. 장상 没关系. 就是以第一印象来讲, 他觉得谁比较投缘啦, 哪一位比较? 不熟都 괜찮아요. 要去吗? 我们要去吗? 可怜的内选. 이상이 너무 좋으신 분. 很硬选呢. 我不敢试试. 어, 这个很难选呢. 对啊. 哪一型的? 他 좋으신데. 아이고. 哎呦，选不了吗？他说不要让，都会逼人哦。对呀，不要让他为难，好不好？他没有在看第一排，他是不是选不出来？还惨还惨！不是，他有没有听懂？翻译有没有？翻译错了吧？最丑的，对不对？不要再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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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
不是说他想要把谁杀掉好吗？对，对，不是的，有个辅助给个东西。哦，因为海产他就是笑起来就有一点，就是酒窝，酒窝让他有心动。你翻译一下，他被人家开枪过，你跟他说那个是开枪的。海产只有疤痕啊，156公分，他只有156公分。哦，你干你们什么事啊？我好想要他为我加油，跳个应援舞。可以。哇！哭出来了，你们这些人哭了哭了，哇，好可爱哦！哎，那他能不能弄最近很红的那个哪一个那个舞蹈花舞？哦，开花舞，开花舞，简单的，简单的，可以吗？可以，可以，跳一下，好，怎么样？哎哎，这么快，哎。真的是干单呐，哎，太简单了，厉害了吧 ？Oh my god！ 我们真的想要看看你多会哦。对啊，好吧，来来，我们来欣赏一下，来来来。掉啊！男生都疯掉。吸引男生的方法太多种了，他觉得最厉害的。我觉得，我帮一下。多会他想说，光说不练，他要给直接示范给。啊，直接说。我要。天哥。天哥。我怎么了？我要干嘛？你表情够怪。天哥，你想我吗？想死了！驾！哇，太累了，这样一整集受不了。怎么断掉了？坏掉了！我觉得多会最厉害是跳舞，要看一下，真的，一定要看一下。
秀一段舞蹈，把我们电翻，好不好？可以吗？我要跳舞。外八不行。都会可以笑一下。笑哎，我们就要看多会表演了，可以吗？来来来来，可以可以。是啊，你这么开心吗？我这么开心吗？哎，他好会跳哦，对啊，真的哎，他们跳很棒，短短时间就记起来了，对啊，好厉害，好开心哦，因为好强哦，他跳我的歌哎，对呀，他跳我的歌，不，我必须要讲个公道话，必须要讲个公道话，他也跳出他自己的感觉，感觉起来两个人是合作的很好，很有默契，不一样的。自己是发电机吗？我是发电机，肯定是发电机。对，因为我跳的时候好美丽，跳舞的时候好美丽，很美丽，对对吗？可爱，对对对。
合下巴说，然后用眼神，眼神勾。下巴说。我觉得。喝醉的感觉。喝醉的感觉。喝醉的感觉。一点点，一点点，喝醉。眼睛不大的，一点点，一点点，小一点。哇！哇！收啦，收的，我等你等好久了，要帮我戴项链吗？还老乡吗？在女人中仿佛看到要看的，要直视，不像一个，还跟你要直视，要看哪里？爱上你，注定做你的影迷，这一双量身定做的爱情。有人叫你唱歌吗？意外的峰回路转，高烧点心。美术和服装，浪漫的场景，我的爱永远不杀青。很多那个不厉害的招数嘛，对。然后之前有一个影片，就是他从车上下来的那个嘟嘴舞，什么？他从车上下来，然后就嘟嘴舞，可爱耶，自然呐，好可爱哦。这个舞有什么特别的名称吗 ？Wiggle Wig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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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Wiggle Wiggle 可以来 Wiggle 一下，欢迎收打。收打是，他就最知道啊。韩国是不是韩国的男生会不会喜欢？韩国男生应该也是有会花心吧，还是比较起来？아니요，저는제가지금까지만나봤던한국남자는바람을핀적이한번도없었어요근데대만남자를만난적있었는데그남자가 저랑만날때제가좀의심을했던여자가있었어요근데이여자누구냐했는데분명히친구라고해놓고서저랑헤어지자마자사귀더라고요我跟那个韩国男生交往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劈腿过，所以我不敢相信说韩国男生会劈腿。但是我上一次有暧昧，有一位台湾男生，
他之前都有一位很华语的女生，台湾人一直说，哎，他不是交往的对象，就是一个认识的一个一般的朋友。但是呢，说的跟那个台湾男生一分手，隔一天开始就他们两个是一般变成情侣，变成情侣。问一下 Soda 之前跟那个台湾的那位，你会这样管你吗？会不会说你去哪里啊，跟谁在一起啊，会管你问得很清楚，会管穿着吗？제가원래제직업상좀노출이있는옷을많이입는편인데저를알고만났음에도불구하고저를만난데도제옷차림에대해서간섭을되게많이하더라고요아我的我的我的那个台湾男生其实他知道我的工作上比较有独特的工作，他有必须要穿比较露出的比较服装有点性感的衣服，但是他有跟他交往过程当中，他还是有时间到的时候一直管制，很想管制我的穿着，会想要管哦。所以那问一下，那现在有男朋友吗？남자친구없어요。没有没有没有，说的。我没有男朋友，没有男朋友，没有男朋友，直接跟你说了，他说没有男朋友，对，很棒，很棒，很棒。我有钱啊，他有钱，他有钱，他有钱，没有男朋友，他有钱，没有男朋友。好，那好哎，这个依照台湾节目上面的一个规矩来讲，就是说啊，那假如没有男朋友，那请问一下，现场他要挑谁？哦，对，男朋友。现场说的要讲一句话，钱很多，钱很多，钱很多。那你问他，现场所有男生，假如要挑男朋友的话，第一印象他会选择谁当？哪一个是他的菜？挑不到也没关系。好，我吗？不算，这不算。我愿意啊，我 OK 的 ，OK OK 啊，原来是你，赵哥怎么办？赵哥不是啊，那天你不是 gay 吗？你有必要这样子？赵哥突然喜欢你，有必要这样子？是 gay， 开了我爸，开了他是 gay， 不要 gay， 给予你的，从他的给予你的，给予我所不用其极，要毁掉别人的。直接判你死刑啊！没有没有没有，我还是喜欢女生的啦。OK OK， 啊，擦浪黑，擦浪黑，啊，擦浪黑啊，好，那我已经准备好了，可以按摩吗？来，好好慌张哦，哎呦，哎呦，哇！力道怎么样？力道非常好哦，你已经按到我的心了。哎呦，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下去吧。喂！要玩多久？那个声打来的速度可不可以准一点？我刚刚还在期待。因为我很气呀。赶收起来！哎，嗨！哇！欢迎我们啦啦队女神，哎，我们安之轩。你를좋아한다고알고있는데。啊！我还是台。我选你还是你都会啊？跟得上流行哎，要怎么样做抉择？你要选择李多慧还是安之轩？因为多慧哦，以前我是真的蛮喜欢他的啊。然后嘞？然后呢？但那是去年的事情啊。喜新厌旧吗？新的一年，我只喜欢之轩。哇，是烂咖，对不对？李多慧的话是怎么样？问一下志勋，就是在场上表演的时候，你也会这样送爱心给别人吗？嗯，好的。哎，对谁？他喜欢我。你喜欢谁？哎，我们要马上欢迎 Wingsters 的安志轩 and Mingo。香啊！好开心哦。可以这样吗？好开心哦！啊，好香！
真南明真。好开心啊！今天气氛就不一样哎！靠神左啊！靠神左！靠神左！欢迎开心！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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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我们要欢迎最后一位领航员的赵娟洲。我是 Wingstar 拉队安吉宪，我是高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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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的全高雄，我也是高雄人，你也高雄人，哎呀，两个高雄人，那我们一起坠入爱河吧，好不好？好老派哦，对对对，辣椒很辣，我也很辣。Mingo， 跟大家打个招呼，用中文吗？还是大家好，我是 Wingstar 之 Mingo。Mingo， 我是舞蹈天花板。哇！舞蹈天花板，他是舞蹈天花板。不可以，不可以，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停，不要停。哎，哇，好可爱，好可爱 ，you you you you， 好玩 ，girl， 好可爱，哎哎哎。就哇！